彤彤姐姐。Hi, I'm Kiki。今天的学学 ABC 要来学什么呢？跟餐具有关系哦。What is this? 这是什么 ？This is a dish。这是一个盘子。Dish， 盘子。Dish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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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盘子。What is this? 这是什么呢？This is a bowl. 这是一个碗。Bowl， 碗。Bowl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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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碗。小朋友，赶快来看一看，好吃的菜是装在哪里呢？是 dish 还是 bowl？ 是 dish， 盘子。好吃的菜是装在盘子里。dish， 盘子。答对了。好吃的菜会装在 dish 盘子里，那你再想一想，好吃的饭会装在哪里呢？是 dish 还是 bowl？ 是 bowl 碗。好吃的饭是装在碗里面， bowl 碗。答对了，是 bowl 碗。Kiki 学起来了，那小朋友你呢？今天的学学 ABC， 我们学到了盘子。Dish， 碗 ，bowl。今天我学到了 dish， 盘子 ，bowl， 碗。Good，Kiki 好棒哦！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你们也很棒哦！下次我们再来学学 ABC， 拜拜。